看看新闻网。真的不可以再让你表演。虽然在表演中途打断了选手，有些不符合节目常规，但这是张柏芝第一次在妈妈咪呀节目的观察席上动用暂停表演的权利。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张柏芝为了说服不以为然的胡思怡，竟然讲述了自己生二儿子昆塔斯之前数度流产的痛苦经历。而在这期节目之前，张柏芝从未对外界透露过关于自己曾经流产的任何信息。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控制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生完我大的儿子，我连续流产了4次，我才有 Quintus。行动在线，上海采访。